送你的，这么客气啊！不过这个电话应该是妈赔给我的。你吃了豹子胆了，赶上她赔。我有张电话卡是在买手机的时候送的，刚好这个号码的尾号呢是你的生日，也归你了。别了，我之前这个号码已经用了很久了，换号很麻烦，还是用旧的吧。你知道吗？现在的男人出来。 宁夏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好一点？我好多了。明朗，我的钱包不见了，现在出不了院，你可不可以来接我？好，没问题。那我一会儿去找你吧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哎，我弟弟果然是魅力非凡呐、啊！你看，时时刻刻都有女孩子惦记着。你也知道的，宁夏就像我妹妹一样，不是吗？ 还妹妹，哎，你以前在读书的时候，全学校都知道他对你有意思，你还妹妹？哎，别说我这个做哥的不提醒你啊，你现在呢，已经是人家的未婚夫了，如果你对他没有意思，你得给他个明确的答复，别到时发生些什么糊涂事就好。 行了，我先走了。嗯，好，谢谢电话。哎，闺女，闺女，别。 闺女啊，你都打了一个晚上的电话了，我打不打电话碍着你什么事儿？闺女啊，不管多重要的事儿，先放一放。你现在是养身子最重要了。哎，什么闺女闺女的，你烦不烦啊你？我爸他死了，我妈她也死了，我可不是你闺女。你是孤儿，孤儿，孤儿又怎么了？孤儿我就该没人疼没人爱是吗？ 哦，不，我是说你，谁让你来的？谁让你来的？你让他过来，去啊你！你去把他给我找过来。他左肩上有个十字疤，还是孤儿。要说年龄，他应该就是我的。 孩子，我在呢，我不会离开你。你不要离开我！孩子，你怎么了？你在这干什么呀？孩子，我怎么一看见你，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呢？我觉得你这个人挺奇怪的，你哭什么呀？ 这个，请我来照顾你的那个人给你留下的啊，是明朗，明朗他来过了，我就知道他不会不管我的。哎，他人呢？哦，你刚才发烧，我就没有叫醒你。哎，不是，我怎么遇到你这样的人呢？ 哎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出院，我现在要办出院。不行啊，孩子，你还没好呢。不行，难道我要在医院天天面对你这个老太婆是吗？去去去，给我办出院，去。去啊！我说你是木头人是吗？你赶快去啊！
好，我去。哎呀，姑娘，我想求你一件事儿。你回家的时候把我带走吧，我想去给你做保姆。你给我做保姆？我谢谢你了，我可请不起。姑娘，我不要工资，只要有个地方住，有口饭吃就可以了。在这个世界上。 我没有别的亲戚，我也是孤身一人，就让我去照顾你吧，好吗？哦，你看，我是好人，你相信我啊！行了行了，我又不是公安局查户口的。现在趁我心情好，我暂时答应你。不过你要做的不好，可别赖在我家啊！哎。 好，行了，你赶快去吧。哎，我去。待会儿你把屋子给我收拾一下，储藏间在那边，你住那儿吧。 好，看什么看呢？我跟你说啊。 楼上那间屋子不是我的，你不可以进去。哎，宁夏，那个厨房在什么地方啊？餐厅在隔壁。哦。哎呀，这孩子。
您是？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一句话不说就往里闯啊？我找江百合，江大成让我损失惨重，我来找他女儿赔钱的。哎，你等会儿，哪有一大早就跑来要债的？这都没起来呢都。法律上没有规定，一大早不能要钱吧？大华，什么事？这来了一帮人，上来就找百合要钱来。跟江百合要钱，你们应该去江家，怎么会来我们黎家呢？江家，你蒙谁呢？江百合不是已经嫁入黎家这个豪门了吗？江家的事，不找你们找谁呀？好，那你们想要多少钱？我猜你就是黎大川的长子，我建议你先看看合同。不用看，来个爽快的，到底要多少钱？你说话能算数吗？你一大早来到我们黎家，向我们要钱，你还问我说话算不算数？那你听好了，不多，5000万。5000万，日元呀？你给我听好了，是人民币，5000万。欠债还钱，你们可看清楚了，这里写的清清楚楚，白纸黑字，5000万。这合约上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，江大成服装集团有限公司如不能按约支付订单，将按照合约总额的5倍赔偿给我，5000万。5倍？不是，江氏刚被我烧了呀！你这是明抢讹诈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读过书没有？懂不懂法律？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江百合的老公黎明老呢？他现在不在，你过几天再来吧。找我有事吗？哟，这不是黎氏的接班人黎明老吗？你来的正好。你是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是来要钱的。嘿，你太狂了吧！你给我走，我走，我不客气了。哥，他是干什么的？这个姓秦的说他曾经跟江总签过一份合约，如果无法完成合约里面的条款，将要求我们赔偿5000万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姓秦？我们认识吗？刚刚你的合同上面不是写着你的名字吗？哦，百合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可以直接跟我谈。好啊，那就等江百合来了一块儿谈。这没必要找他，走。够了，这件事情我会核实一下，该承担的我们一定会承担的。那好，我就信你。这个是合同的复印件，好好看看吧。好的，给我一点时间吧。交货的期限是下个月初，这合约上有我的联系方式，想好了打电话给我。好，打扰。什么事儿啊？你们刚刚吵什么？没什么事，妈。早上好。好不好要看你们孝顺不孝顺。刚才谁在这讨债？哎，刚才表姑是这样的，来两个问路的。问路的？啊，问路的怎么能问到咱们家来呢？真是奇怪。明朗，你那手里拿的什么呀？给我看看。妈，给我看看。你问左手右手啊？你少跟我瞎扯，让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不是，没有。哎，我
我怎么发现你们三个人这表情都怪怪的？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？不是。啊？妈，我去看看百合起床了没有。大华，你帮我把我的衣服搬到百合的房间啊。哎，明朗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咱不都说好了约法三章吗？是说好了，不就是分开一年吗？我住楼下，百合住楼上。嗯。明朗，你是要气死我呀？妈。你忘了，明朗，他是个皮球。我知道了。大华，准备早餐。丁嫂，丁嫂，准备早餐。漂亮的小脸蛋啊，都干巴了，这头发也打结了。你看，啊，去洗个澡吧。这人要是洗完澡就精神了，什么事儿都顺。那你看看你，啊，我去洗澡。哎。我把菜给你温着，洗完澡赶快出来吃啊。妈，你怎么可以让百合住杂物间呢？这事我不同意，没得商量。哎呀，你看你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呢？什么杂物间不杂物间的？说实话，要是普通人家，能有那么一间房，人家都当主卧了。切，再说了，要住那间房，那也是百合他自己选的。百合自己选的？对呀。明朗，那个房间是我自己选的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常在那里复习功课？现在住在里面，觉得充满回忆，挺好的。你看，你看，怎么样？百合在这间屋子啊，人家都找到当年的感觉了。百合啊，昨天晚上睡得好吧？睡得挺好的，阿姨，都睡过头了。那行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哎呀，这就对了嘛。哎，丁嫂，早饭好了吗？太太，早饭准备好了。啊，好了好了，来吃饭了啊，走了，吃饭了。是不是我看错了？这难道不是我的招弟？再来点儿，再有劲，看那个身子。再找点儿，再组建，给你将来那许多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十字吧，十字吧，姐姐在左边，妹妹在右边。真的是对不起，你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你是脑子有问题还是你变态啊？你不知道我在洗澡吗？对不起，我知道。你知道，你知道你还进来？我只是想……哎，我说你这个人太奇怪了，我怎么把你给带回来了？我只是想……想什么？想你不知道先敲门吗？我只是想知道你需不需要帮忙。我洗澡，我需要你帮什么忙啊？对不起。你老实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来我家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不是坏人，我，你现在给我走，我不需要你了，求你了，别让我走好不好？你走不走？我再也不敢了。你到底走不走？让我照顾你。你不走，我报警了。宁夏，哎，宁夏，哎呀，哎，宁夏，别抱。别抱！我们在乡下的女人都是在一起洗澡的，我不知道城市的规矩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你？让我留下来，让我好好的照顾你。起来，宁夏，你先起来，我求求你啊！至于吗？求你了，别让我走！哎呀，你干嘛呀？你这又哭又跪的！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哎，行，算了。不过我告诉你啊。如果下次再让我看到你有这样奇怪的行为，我就打电话让警察把你带走。好，好的，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啊！哦，姑娘，你饿了吧？快点吃饭吧，饭菜都要凉了啊！大华，哎，明朗走了吗？走了。大华，啊，快说吧，早晨在那儿嘀嘀咕咕的，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？没有啊，表姑，您拔根汗毛都比我腰粗，我要是敢瞒您呢？得。昨天晚上，江百合有什么动静啊？明朗回来的时候吧，百合已经睡着了。不过灯一直亮着，我估计吧，这一夜没睡，挺可怜的。可怜？啊？可怜什么？他睡不着觉，那就对了。啊，他以为他是来享福的呢。哼，我就是想啊，让他知点趣儿，主动的离开明朗，不然的话，以后有他好日子过的。不是。你这忒……你忒什么忒？啊！你要知道你吃的是谁家的饭，别站错队伍了。我站您这边。你给我做事聪明点，用点心。哎，我这不是一直向表姑您学习呢吗？只是我有件事一直没看明白。您看，您为什么对江百合的态度180度大转弯啊？你懂什么呀？啊！我让她住进家里呀。就是让他感觉到自己和明朗是有距离的，然后他就会主动退出了。你以为我真想娶她进门啊？不是表哥，这江家刚一落难，您就这么干，那还不被圈里骂死啊？再说了，这容易影响咱们家上市啊。所以呀，我现在就不想得罪江百合呀。啊，当然了，我也不指望江氏能让我们沾什么光。我们不跟着受连累就不错了，所以呢，我要把表面文章做得漂漂亮亮的。你懂什么呀你？哎呀，好冷啊，冰心石骨啊！冷啊，有病赶紧去看呐！表姑，我中的是寒冰掌。寒冰掌啊？那我让你尝尝我的铁砂掌。阿姨，您这是怎么了？
事儿。百合啊，你看你既年轻又漂亮，还知书达理的，真的我太喜欢你了。你看我们家明郎真是特别的不懂事，我就怕他以后拖你的后腿，拖你的后腿啊。哎呀，阿姨一想到这儿心里就特别难受。说实话呀，我能做离家的媳妇受了很多很多罪，谁让我命苦呢？可你就不同了，你看你还这么年轻啊，咱们俩处得就像母女一样，我怎么能看着你去受罪呢？阿姨，您对我那么好，怎么能说是受罪呢？百合呀，你要知道我们离家能有今天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阿姨，我能理解，当初我爸妈创业的时候也挺艰辛的。其实要说受点苦受点累吧，我还真不在乎。你不知道离家的媳妇儿不好当，年轻的时候我婆婆让我受了很多的罪呀。我想起来我就心酸呢。阿姨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您看咱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您就别哭了，别难过了。好，百合，还是你懂事。你看咱们俩处的就跟母女一样，是不是？我就是不忍心让我们这么好的母女关系偏逼到那个婆媳之路上，是吧？百合，你看这三张照片呢，你看，你看哪个都比明朗强。这个是我们股东的儿子。哎，这个就更不用说了，人长得又帅还有钱。哎呀，这个虽然岁数稍微大了一点点啊，是离过婚的，但是超级有钱，知道吗？人也帅，人也好。阿姨，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。啊，我就是想说你跟明朗不合适，如果有合适的你也赶紧选择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百合，真的。阿姨，我明白您的苦心，可是我只爱明朗。你只爱明朗，明朗未必只爱你。表哥，表哥，你话好好说，别生气啊。闭嘴，你不说话谁能把你当哑巴呀？阿姨，我和明朗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了解他，他很优秀，他也很爱我。但愿吧。哼，游戏已经开始了，要发生的迟早要发生。明朗，我们让游戏玩得更大一点吧。喂，明朗。嫂嫂，哎，我想问一下，姜氏和秦氏有一张订单，你听说过吗？你是说火灾之前赶工的那一批吧？我记得当时差不多都完成一大半了呀，可是火灾把那些成品和面料都烧光了。好，那如果按照现在的人力资源，如果重新开工的话，
有没有可能完成订单任务？完全没有可能。明白。没事了，谢谢。喂，明朗。喂，哥，我想知道江氏到底欠人家多少钱，我想看看合同。你应该知道妈的脾气，要是让她知道的话，又得折腾，所以我已经把那合同扔了。哎，我再问你，你真的打算要帮江家还债？你是我们离世的接班人呢，绝对不能跟义气有事。毕竟江家跟我们现在还没有任何关系啊。哥，你说什么？百合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一定要帮她的。那你要对人家好一点，人家怎么说也是个好女孩嘛。虽然她现在已经搬进我们离家，但是她现在还不是我们离家的人。不过也难怪，要不是因为那场车祸的话，她也不至于落到寄人篱下这种地步。谁呀？一大早上在这吵吵什么呀？不知道我还没起来呀？啊！好你个江百合，你才来几天呢，就跟我对着干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啊！谁让你们来的？啊？干什么呢？这是我家，谁让你们来的？通通给我停下！明朗，明朗，明，怎么了，妈？啊，这个怎么回事啊？我请他们来施工啊。施工？对啊。你不是让百合住那个房间吗？我就把那个房间重新装修一下。哦，那江百合人呢？哦，我忘了，我要陪百合回公司一趟。快，你帮我拿一下，我先走了啊，回头再聊。哎，去公司？去哪个公司啊？那江家穷二代怎么还没来啊？这消息到底灵不灵啊？放心，老板说来一定会来。对了，起来活动活动筋骨，准备准备。哎，哥，秦大哥到底给你多少钱啊？钱钱钱，你小子就知道钱是吧？我昨儿兜里那五块八毛钱呢？啊，在这儿呢。兜里还有，专门用来孝敬您的。不是，哎，你小子，那我先买花生了你啊！你哥，我错了。这臭小子，你还学会偷吃了？你这是狗改不了吃屎啊！你别闹了！哎呀！
赚钱的机会来了。哦，去，赶紧找人去，事儿闹得越大，老板给的钱越多。去，哎，他去啊。来了，怎么了？哎呀，那个赵全村带着工人闹事呢，我没敢跟你说，你赶紧走吧。哎，等等，又是他，我去看看。哎，你看什么看呢？太危险了，你赶紧走吧。我去找他们谈谈。百合，百合，你跟他谈什么呀？谈不清的。百合，你不能过去，那些人很危险的。百合，你跟他们说不清的。我不信，你听我说，说不清楚的。百合，你先回去吧，这事我来处理。要处理，我们一起处理。他们是冲你来的，赶紧回去，这交给我，走吧。百合，出来，全来，好。你敢跑，让我逮周飞撕了你不可！乖乖给我滚出来！出来！全二蛋，出来！躲起来干嘛呀？啊！出来呀！出来呀！出！你干什么？小东西。看见有人进来了吗？啊！说话呀！不说是吧？小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云朵，是天上的云朵。那你家住哪儿啊？我没有家，跟妈妈住在厂里。厂里？这里啊？嗯。嗯，那你爸爸呢？我爸爸在天上。你自己不害怕呀？百合，百合，草草，草草，我在这里。百合，百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了。草草，带我去见工人们吧。现在啊？嗯，有些事情终究还是要面对的。逃避不是办法。那，你想好了吗？我想好了，走吧。